面的安装视频，首先把保护镜上面的保护镜螺丝给拧掉，然后准备一个纸胶带在后面盖住，在这种状况下把保护镜拿出来，然后用这种把它给盖上，防止它进灰尘。那么这就是一个保护镜，保护镜分为三个部分，保护镜压圈、密封圈，中间是保护镜。更换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压圈旋转后拿掉，然后把坏的保护镜片拿出来，再把好的保护镜片放进去，放进去以后同样把压圈放进去，然后锁紧。那么在安装的时候，我们要需要看一下它密封圈有没有损坏。它在安装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阻力的，如果说拿出来的时候保护镜片后面的那个密封圈掉了，那就说明密封圈需要更换。然后把保护镜螺丝装上。